就是好像瑶瑶之前在媒体上有跟大家报告说，如果有收视率破二的话，要请大家吃昂咕贵。然后可是他在云南拍戏，所以他就那个传简讯给我，他说希望跟立新基金会购买昂咕贵，因为也可以一方面做公益，然后二方面实现他的那个诺言。所以我这个算是通灵中古少女为少女过来帮忙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一定把这个。